生做一半期，点点做你的记忆，爱你的心也过爱一世。阿丹，你两个闲了，看到那个跟他无啥欢喜，是发生什么代志了？拄食一摆时阵，去撞到雷云啊！啊，也是窜惊窜到，在咧烦恼你毋来去小撞到无？拄只毋知敲着互你。安琪，雷云有对你安怎无？哎，干嘛？啊，雷云哦，伊有足伤心的无哈？今麦安琪才是你的新妇呢，你哪煞颠倒伫咧关心离婚？你哪安尼啦？甲离婚吼，是我第一任的新妇呢，啊安琪是第二任的呢。啊，当我甲离婚吼，大家新妇做偌久啊咧？迄是有感情的，你哪会晓学轻婚啊？妈，我离婚即麦心情啊，对我来讲拢无关系啊嘛。即摆对我来讲，上重要是和安琪一个完满的婚姻，你莫阁提起离婚，才破坏气氛啊啦。好啦好啦，来来来。你先保重啦，啊，等下要开刀啊。啊，我有看到 Peter 因啊，今天专工为美国飞转来啊，爱啉喜酒，啊，我来甲因拍招呼者。好，莫想伤济啦。妈，我介绍我同事甲你熟识啦。好，来来。哦，啊，迄个志胜有来无？你出来看下先。好，来来来。好，我先出来哈。哎，我。平建堂哦，真正无血无目屎啊！啊，弟弟拢介生活遐久啊，竟然还当作拢无看的哦。弟弟有这种爸爸哦，算伊衰啦。我起码等你看伊报应啦。上好等伊到八十岁的时阵哦，去互刘安琪放散，啊，拢无一个亲人在伊身躯边，伊才倒来哦求弟弟叫伊爸爸。好啦，咱大家莫搁讲啊，因请因的，咱请咱的啊。二姐夫。今仔是恁大喜的日子，应该欢欢喜喜的嘛。来，对啦，这么欢喜的日子吼，啊，无来一个余庆节，我要哪欢喜的起来？校长夫人，我知影讲哦，你是迄国阿喜的国宝小生嘛吼，啊，今仔日吼，请你来甲我指教一下，我即马就来隔壁吼，搬一出棒打波青人，和大家欣赏一下。不，你要做啥啦？我来隔壁甲彭建宏恭喜一下啊！哎呦，你滚卖乱啊啦，拜托啊啦！爸，今天是咱彭家的大喜事呢，啊，我来甲恭喜一下，要哪会用的？阮两个敬大家，多谢恁大家来参加阮的婚礼，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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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建龙安琪，恭喜呢！你是来要创啥啊？啊，你不是？在林街，你食迄地方的喜酒，你来这是咧？冲啦，紧走，紧走，走，走！咦，等你啦！大家好，你应该拢是建宏甲安琪的客户甲同学对无？我自我介绍一下啦，我是新郎的大嫂。啊，虽然讲吼，阮建宏无邀请我啦，你毋过毋管怎哦，我一定爱来这行大一下。算讲哦，是替阮建宏做一下场面的哈，你讲是不是？来来，我敬你来，多谢你哦。好，建宏，建宏，你当走啊，你当走。阿姨好，你坐一下哈，来坐。
安琪啊，你孝顺哦，要嫁王建宏足久啊。啊，因算讲是吼，不择手段，用心计较哦，想要甲建宏抢过去啦。啊，今仔日哦，总算是达成心愿啦哦，恭喜呢！哎呦，安琪啊，你来安尼啦，啊，看到我连一声大嫂都不愿意叫。大嫂，多谢你，今日来参加我结婚婚礼，我敬你。大嫂，我嘛敬。啊，你真正愿意敬我？哦，啊，不过真歹势呢，这杯喜酒哦，我啉袂落啦。刘安琪，你甲我听好清楚哦。我唔管你是用什么手段，让建宏放母放囝，跟你做伙。要唔过我来讲，你永远免孝想要踏入阮皮家大门一脚步。阮皮家人，我可能是你先想皮家媳妇啦。好啊，回归你的宠啊啦！大嫂，你是专搞来遮乱的啊！你若不是来照顾我家安琪，请你出去。建宏啊，我咧替你跑不行呢。我知影哦，你真委屈啦，嘛真无奈。啊，若不是有人哦，安尼巴肚一工一工大起来。你来往别家讲哦，爱来办这场婚礼嘞。安琪有心，这是喜事。我带你这是欢喜结婚，你莫叫我白讲。我讲我白讲，那不是安琪大巴肚，你敢会这么赶紧跟丽芬离婚？甚至是哦，连家己亲生囝你都无愿意哩。哎，太太，算我拜托你，算我求你好不好？莫搁安尼闹啦，安尼大家拢足歹看呢。大嫂，请你出去。你若是来乱了，我叫人把你放出去。你妈呀！你冲啊！拍死啊！公司起来无代志啦，无代志啊！哎，等下哦，回归啦，感恩啊！你来要吃哦，甲阮敬酒啊！无安尼啊，我无去哦，恁家家伊吼，花一个敬酒，我嘛爱做拍死，不要做人，行啦，咱行啦。哎，无啦，行啦！我话未讲完啦。各位啊，唔免客气啦，啊菜过来啊，大大用吼。各位失恋，我先去陪姐。妈，化妆师。七。妈。多谢你原谅我过去糊涂妈代志。阿哥愿意甲丽芬嫁我做太太，我一定袂辜负你的期待，我会好好对待丽芬，袂像你过去同款，搁去伤心艰苦。爸，妈，多谢你这段时间一直鼓励我、支持我。我会当搁重新站起来，甲阵下当抱起重圆。恁会用搁做伙哦，这会用讲是无简单的缘分啦。哦，阿西讲爱会记顶边的这个教诲，唔通搁再去犯过去犯错误。阿阿母哦，有当时啊有一挂意见哦，大概安尼袂合，爱互相哦，好好啊去沟通一下，哦。来互相体谅，互相扶持，这婚姻哦，叫我大人安尼孤孤单单一起落去，来哦。是啊。嗯。对啦，刘，你今仔会当甲春娘佫结婚，我甲恁爸是真欢喜的啦。这都是表示恁两个人吼，也是上适合的一对。啊，不过妈要甲你交代哦，恁两个人做伙走过迄段风风雨雨的日子，妈是希望讲，你的个性都要改。做代志唔通遐冲动，吼啊唔通安尼卡袂着啊，开嘴讲话都安尼来咸咸啊去伤着人，安尼这拢爱改，知无？妈，我爱改。你创啥啦？哎，你倒来吃啦！哎呦，你啥啦？你就是硬要搞阮结婚的婚礼哦，搞阮母囝咧乱七八糟哦，你袂收煞，你才欢喜咩？哈！丽芬，阿平，哦，你拄则都无看哦，我无
还是棒打波星啊，有够精彩啦！拍戏！滚啊！你甲伊讲这是要创啥？咱今日是来啉这最严甲地方的喜酒啊！来，遐坐啦！好了，拜托一个啦吼，咱即摆遐场面哦，真正都歹看的啦，你去吼甲拍摄一下啦吼。买，我甲你讲过啊，我是来啉是恁校长这喜酒呢，你要去那边你做你去，我也袂甲你动啊，卖踮遮啰里啰嗦好无？啊，来，是啦，阿姨，你卖个别爸啦，爸无可能会过去的啦，我今日会来遮哦，完全是看离婚的面子呢。啊，即摆爸若过去，啊，离婚是要安怎？伊毋是真委屈。是的啦，我去一下洗手间，我给弟弟替我照顾一下哈。我先离开。妈，再来看。去。喂，安琪，你是安怎啦？你莫管我啦，你是等于会长。阿哥。好啊啦，你先倒去啦。好啦，无我来外口等你。苗文祥都变来冲天我，连我来啉一个喜酒，排去当着皮革红面的请人客，我都爱伫个大面头前，跟笑面当做什么代志拢无，我真正就痛苦。离婚，大姐拢了解。哥，你放心，咱厝内人一定会做伙，甲你共同去面对的，哈。我实在是想无，就算讲我甲伊已经离婚了，弟弟嘛还是伊的亲骨肉，拄仔伫外口拄着，已经连当作无熟识，连看都无甲伊看一下。再婚，大姐跟你讲，其实是迄个皮建宏哦，伊收过无钱啊。你看因迄个大嫂，拢跳出来替咱爹该修理啊。所以你爱相信，这个世界上绝对有天理。我相信迄个皮建宏哦，绝对会受到报应哈。这个世界内真正有天理，想到我都已经做到安尼啊，伊那是唔肯放我煞。搁要安尼刺激我、凌迟我，林乃芬，你感觉你真委屈、真艰苦。今仔是我甲建宏结婚的日子，但着这种代志，感觉我都无委屈。那是你家己做你来的啦，你抢别人的红线呢？哼！想袂到，搁竟伫同一间餐厅办桌请人客，你根本就是要甲离婚顶的嘛！我才无遮尔无聊，想知影你遮超工的啊？超工，搁要竟伫同一间所在请人客，想要让我歹看？刘爱琪，是你破坏我的家庭，抢走原本属于我的幸福，搁害弟弟失去爸爸，你的婚内唔才会去用批评踢笑，这是你的报应，是天公伯啊对你的处罚。林连芬，你来去，是我比你较早实在健康的。我是把原本属于我的幸福摕倒转来尔。你家己无材料，把建宏留伫你身躯边，你当怪我讲破你的幸福？你甲建宏感情也受够坚定，就袂不甲惊迄种地步啊？但不是因为你，建宏哪会对我甲弟弟安尼啊无钱？不管安怎，我甲建宏结婚，即卖已经是事实啦。就算讲你无想要祝福我，你嘛无错来破坏阮的婚礼啊！刘安琪，你破坏了阮的婚姻，连阮无去会场找你哦，对你已经真客气啊！你搁嫌伊巴长矮，无好啊体谅你。亲像你这种哦，抢人红线破坏人家庭的第三者，本来就应该好啊教示啊！爱让你知影，破坏人的家庭所得到的婚姻哦，迄是得不到任何人的祝福，而且会去让人配嘴烂。我跟你警告。
我绝对无允许任何人破坏我的婚姻。我跟你讲啊，今仔早起我已经让伊去登记啊，我即马才是真真正正陪太太，而且我连甲结婚白条街喏，我会甲伊做伙拍卖伊的事业，把伊的事业做甲真轻呀。我会让所有陪嫁人知影，结婚娶我，才是伊一世人上正确的决定。化妆室内去遐尼久啊，你人敢有无爽快哦？上早倒入门时阵，长长一节阁无教，倒去化妆室，阁去用伊洗面。你去用伊洗面？你卖想想这样，我即摆来找你算账，好。哈啦，建宏，外口阁有人客，等要吃喜酒嘞，啊你安尼去，加歹看的啦。唔是，妈。妈，我嘛是头过要甲伊进共一个所在请人客啊。以前咱要甲我讲啊，真尔歹听，我无想要伫遮当着伊。我知，我知啦，啊，都是这样拄好啊，嘛无法度。像安姐，你是当着林干上？林丽芬，还佫伊大姐啊。伊讲，我笑走伊的幸福，佫笑走你对弟弟的爱。妈，我这世人就干那结婚一届呢，以前都要纠缠我的婚姻袂久长。安琪。只要你甲建宏来当幸福美满就好啊，莫阁去管别人讲啥啦。建宏啊，你进去招呼人客啦，我来甲安琪讲就好。唔是妈，我甲伊阿是要超过啊，伊明仔对待安琪。安琪，我即摆来找伊讲清楚，我先出来甲伊讨一下公道，吼，你莫想想这。唔通啦，建宏，哎呦，我都甲你讲，两日都过啊，干哪要去计较这是要从啥啦？妈。我嘛想要甲伊当作无看到啊，啊，不过伊就是针对我。好啦好啦，这个真莫生气啦。做新娘的人嘛，生气变歹呢，啊，较笑的。哦，妈，你都唔知那个刘安琪哦，讲话哦，偌过分，偌红声的，袂输屈伦这人势哦，敢偌了不起的。二姐，二姐夫，拍死我敬你。感恩啊！哎，尽量别客气哦，哈。我今日是来甲话讲清楚，我希望你莫讲伊搅扰我的婚礼。裴建宏啊，你讲话较客气哦。除了我以外，是无人去搅扰你一场哦了不起的婚礼啦。这都是恁啦，连咪阿姨，连咪你，哎，你张姐乱聊什么意思啊？到时候你是不是莫讲话啊？你若要讲话，你等去陪家讲，我今日是来找离婚的。裴建宏啊！你若要讲话，你就讲话啦，想要顶下记来记去啦。你找阮丽云要创啥哈？阮丽云哦，无可能搁甲你这个笨手顶下勾勾缠啦。啊，你若有啥物话，出去我讲，出去啦。陈建宏，你是听话哦？你若是，我就让你滚出去，出去。放手！放手！放手！哎，我。放手！文杰啦，恁无需要甲迄款哦，唔捌人情世故。啊，搁无钱无义的人，倒来一般见识。来啦，坐啦，你食物件啦，免插伊。来啦。恁免那么麻烦，不要紧。恁针对我来就好。啊，我恁想要去找安琪啊？安琪是伊家着恁了。丽文。你去到倒位，你拢要甲人讲你有红色放生，这件代志你要自头到尾讲一摆互听。我话你归看报纸，你要全台湾知影讲你林丽芬上可怜，我偏见互上该死。建
华，拜托，莫阁讲啦，行啦。我嘛是要好好安尼结婚啊！啊，我平静吼，你的水箱是读起来哦，啊若无，我真正对你无客气，我来叫袂来啊！平静吼啊，你要掠狂啊看所在哦！今日是林校长咧嫁查某囝，我甲拜来分请，你乱什么意思啊？老师，我都唔是讲话，我都唔是叫你莫讲话啊！你拢无想要用娇娇，我嘛是无想要用娇娇的。丽芬，是你家己讲离婚，你后台就参无到最无脑的，是啊，你要搁去伤害安琪，一世人才一百分嘞，你是不是应该差不多嘞？你要出去，你敢出去？我出去，快点出去！只要你愿意帮安琪，我来出去。拍死啦，拍死是你啦！快走啦，走啦！妈，伊要好我饮啤酒，我嘛想要好我结婚啊！好啊，拜托。但是无讲清楚，我绝对袂走。潘建豪，你实在够搞不回呢，竟然敢走来这呛声！你要把代志讲我清楚。好啊，安尼我嘛甲你把小事讲我清楚啊。妈，安尼好，麦啦，你今仔做新娘啊？我袂欺负家的啦，你敢走来这乱啊？我一套皮囊发当吞下落去啦！是的啊，是的啊，我只要随家所走啊，我。你敢还是你创啥啦？妈，还是你想要创啥？你知安琪多少人气到我艰苦？你跟安怎艰苦，嘛跟我无地带。李美芳，朋友，你跟差不多，卖不要去跟他动手哦。哎，狐狸精哦，这老鬼在白晒，你都来唔甘吗？我管内行的，为着你白晒，老我打打打，你敢有甲关心过？这样对我赞声，伊无需要我关心。感情真无需要你的关心。好，就算我也无稀罕你的关心啦。啊，弟弟嘞，拄仔恁拄到时阵，弟弟来甲你叫，你当作无看。你目睭内敢有刘安琪尔？敢无你无刘安琪，你活袂落去哦。今摆安琪对我来讲，这是我生命中上重要的人。你若我唔管安琪，去关心一个跟我无关系的亲人，这讲袂过啦。对啊。我是亲人，来了以后，你若都会拄到，你敢袂认你的后事？离婚啊！你莫误会啦，啊，建宏不是这意思啦，不是这意思。你拄才讲的话，是伤害你的亲生后事，还佮有你的爸母，因才陪你去读书。结果你煞连做人上基本的道理嘛唔捌，就是讲咪，为着迄个查某，家代志要敢安尼搞价值，连我也卖菜味啦，倒来坐啦。卖菜，来。建宏，妈，建宏。是啦，不过我是我真奇怪吼，我即摆恁规家伙拢走来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丽芳，歹势呢，一直无机会甲你讲一声恭喜。免啦，无差你迄句恭喜啦，紧甲人吼撮撮转去啦，莫伫遮吼破坏阮的心情。好啦，阮随行，是你啦随行吼。行，你莫行，你莫行，你莫行，你是这样，你就好人客啦，行。你莫行，连我叫俺是一个新的。啊，但嘛好啊，两边拢咧办意思呢，咁就不管才歹看才会用的。恁那边吼无新郎弟吼，啊无想着体统啊，啊阮这边吼嘛无爱讲安尼人家这么歹看。哦，恁的不满甲恁的愤慨，我拢有听到啊。啊，是不是用我们拜托一下吼，带带转去那边，让阮家吼大家吃一顿啊饭嘞，哈？不是讲恁在办意思，安琪一直想要嫁给我做我的太太，所以我来给伊一个真隆重的婚礼。今是大家运气较无好。在你这间餐厅请人客，今日大家拢互相看袂顺眼，就莫讲遐有话无的。咱大家食饱，随人转啊，随人过随人日子。
建宏，拜托你莫阁讲啊！好，安琪，我阁安达已经无代志，你紧甲伊去敬酒啦！行啦，行啦，行啦，妈，行啦，我需要安尼啦，妈，恁家差不多的哦。我恁今嘛是安怎？这间包厢是阮六钱的呢，恁来这骂人，从骂到真吓怕呢。恁出去哦，那无我叫餐厅的人来处理，给你好处理。好了，卖生气啦，我这随走啦，行啦。妈，你卖假计好不好？好。我爱订五边，我那是输你，我退婚申请，跟离婚是回事嘞。好啊，来啊，你当作我惊你哦。好啦，我担心要是安怎啊？就安尼两边办喜事，办到另外后人安尼看笑亏才会用的笑。唔起，啊坐啦。爸，嗯。啊！叫你遐坐，你是无听哟。无个，坐啦。是个啦，是个啦，哦，你是。林家这个囡仔哦，阮会顾好势啦。剩的哦，恁的代志啦，恁家发落啦。我知影，拢是我唔对啦，哈，我唔应该来啦，哈，歹势啦，是个是个，行啦，你是咧听我讲话啦。妈，你讲啥？你是唔对呢？你死啦，婆，你卖讲应酬应酬，行啦。拍戏啊！拍戏，拍戏！啊，你今麦是伫安怎？人无咧跟你计较，搁踮遮咧大细声，你唔知计较呢？我咧轮调咧，无要出声。我是惊伊讲话掠狂起来吼，伊教了咱的分类啦。你安尼唔知计较，出去啦！你拢敢做？太麻烦你了，你麻烦你了。妈，你听袂记？我才是你后生咧。我无你这写字写字的好字，吹吹吹，哎呦吹呀！我这好写，哪写你哪写啦？啊你，啊你死啦！好了好了好了，死你啦死你啦死你啦！爸，好了，别生气啦，别坐啦。气死人唔知呢，太邪啊！林校长，谢谢谢谢，谢谢谢谢，来，谢谢谢谢。新郎新娘，我去见你啦哈，祝你白头。你从哪来？这个好亏，我实在吞袂落去。我就好简单，才会当请大家好好食一顿啊喜酒，最后一只小狗撸我蛋糟糟。廖廖，你是咧做啥？我来偷公道啊！伊在当来只跟小狗乱吠，我们来个敬请他酒诶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啦！你今仔是新娘呢，新娘神足重诶呢。哪样个新娘去对新娘啦？安尼会去冲着啦？我无咧惊啦，我就是要甲拍七嘴啊！新娘有啥了不起的？来，阿姐，你无需要为着我破坏着气氛。今仔是你甲阿姐夫结婚的日子呢。离婚？我唔是毋捌甲俊仁结过婚的，我头一遍我够穿安尼就好啊。啊，不过伊无共，伊是第一遍结婚，所以我即摆用我第二遍的婚姻甲伊配，看啥算较好啊？阿姐，你好啊，你好啊。好啊啦，啊你新娘无伫，啊这饭是要食毋食啦？也当作是家庭聚餐啦。迄个狐狸精，伊毁掉离婚的婚姻，我嘛家己咪也毁掉，互伊一个即世人我都办袂结婚嘞。而且，你好，你好。文杰，去遐看麦。哦，嘿，孟姐，平平安安回来了哦，唔通讲安怎哦？嗯，我知啦。安琪啊。建宏是咧无闲啥，咱家己一人放咧食。建宏，伊去处理一寡代志啦。无等者哦，等伊转来，我会甲伊做一个人敬酒。袂用啦，阮酒杯也着捧来啊。啊，上无你嘛意思者。是啊是啊，对啦。啊，伊拄则是无听安琪有心哦，佫叫伊饮酒。啊，对吼啊。来，多谢恁今日参加论坛的，多谢。
妈有来就好。结婚是咱两人的代志，我想想先。既然就安尼，咱就要证明给伊看，咱一定会赢。不要旁观。来，尽量接。妈，你不要旁观，那个人家敬酒。好，来来，不要旁观，行行行。这不害，这不害。来啊来啊，新郎新娘敬酒哦！哎，各位多谢多谢哈，多谢多谢，你来多谢多谢。哎，谢谢啦哈，谢谢多谢多谢。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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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谢谢谢谢。来来来，来啊，新郎新娘敬酒啊！拢准备好啊嘞！建宏，来啊，这杯吼为你准备的啦。我哦，这杯是啊。啊，安琪，你能够食得好啊？啊，嗯，好，来啊。来，安尼哦。啊，多谢你大家来参加，我伫这敬大家。好，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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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邓姐。啊，恁两人感情敢有这么无好？是不是爱啉交杯酒？对不对？交杯酒哈，来，你们来老同学款哈，来，哎，好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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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今仔拄啊吼，甲你伫咧共一个饭店请人客，特别我甲你恭喜一下啊！好啊，拜托者，莫安尼啦！啊，第二遍结婚，去放这一贴啊！你收收人红包无啊？阿龙姐，多谢恁来祝福。那是无其他的代志。哎，那别甲新郎新娘敬酒的吼，啊，那也很脏哈。来，我是新娘新娘来敬酒。啊，今仔日袂讲蛮新娘，新娘对新娘，新郎对新郎，机会难得。我迎三姐夫，恭喜啊！你是安怎？我是离婚的二姐，我当这大方啊！啊，恁有必要这样挨叫？而且哦，对我新郎嘛已经去过那边搞俺恭喜啊！啊，当然我马上过来再给恁回一个。这哦，得叫做礼尚往来。丽凤，你是来这乱的哦？丽凤也无讲啥，你是安怎唔跟大丈夫借钱问账？阮唔认，唔是因为阮心虚，也唔是因为阮对不起任何人，迄是因为阮无想要接受恁无诚意的祝福。哎，阮嘛是爱笑笑来甲恁敬酒呢，你若讲无诚意啦，啊，这若甲台建宏拄仔气呀呀走去那边哦，那比较起来，阮是加少风度呀呢。恁这嘛是挑工来遮乱的哦。你当然莫甲阮丽文讲遐无良心的话，我袂遮尔无聊才甲恁敬酒啦。看到家己的情母不好心坐伫隔壁，你阁有心情伫咧办桌请人客？安尼伫遮敬酒，你敢袂感觉歹势哈？啊，干嘛阁食的咯？饮了薰，留袂着红菜心，迄时间伊无才调，要哪样怪我？在场所有人客拢已经证明，我甲建宏伫美国时阵就已经是男女朋友啊。那毋是因为饮了薰，今日这场婚礼早就已经办过啊。你第一笔甲红包，才甲阮内有啥物关系啊？你也要怪啊？来怪一个，怪这个三星鸟是创你查某人感情的暴君龙。林立宏，大哥，哎，你这新郎真无风度。单讲你想要伫家己婚礼面顶起甲动手啊？甲恁这种人，无需要讲风度。文杰，文杰，看安尼啦，咱今仔日来吼。是要看这对高男女变哪交代的感情尔，对无？你是安怎要选择我结婚的日子替林丽芬报复？我爱一个人，我都会做唔对啊！我只是人，敢若陪嫁王一个人，我到底有都会做唔对？你卖生气，你卖在听林丽芬我白讲啊！伊安做只是条件要咱歹看尔，好，卖生气。
手拿人裁判也都唔对，好你姐就是好你姐啊！啊，你阿公阿秘书刚刚家己做委屈的，你即摆当体会离婚的心情啊！我今仔来这部是破坏你的婚礼尔，啊你咧？你是破坏阮小妹一世人的幸福，我咧跟你比起来，我是你最有良心嘛，最有风度的啊！可怜的，唔那是林丽芬一个人尔，因为林丽芬，我乎你所有人嘛都无一块好。因为林丽芬，我的大哥无愿意替我主持婚礼。因为林丽芬，我敢那也伫咧遮，请过人客就准拄煞。你到底怪我哪做你这么坏啊？因为你根本就无应该办这条婚礼。连佩锦和老爸都无想要来参加，你小姐的婚姻敢有可能孤单？你林家人即嘛是安怎？你看我结婚唔甘愿，听我要来乱的就对了。丽芬讲的每一句话拢是实在话，伊敢有讲白贼？敢有黑白讲？林俊贤，我无像你遐尼无出团，甲同齐查某离婚，佮结婚，你即马是安怎？全世界除了林家的查某囝，你找无其他查某人嫁你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快乐！我毋是无出团，我是勇敢去面对错误，欠着咯，赶紧回头，人生还佮有希望。你毋是，白白拢是林家的囝婿。我甲大姐夫做唔对代志，拢知影悔改。你呢？到今摆唔知影检讨家己。好，来，我今摆总算知影讲，是安尼要用尽心机来破坏我甲安琪。因为恁阁对我有冤枉，恁希望我会回头，就参像你，啊，甲大姐夫同款，离婚了，阁等你娶情某。好，皮健好，啊，你的面皮真正是比师傅皮阁较厚呢。你若想要找阮娘，我跟你讲，免孝顺。娘，你即摆跟你讲啥？我卖你啦，卖你啦，叫我卖你啦，卖你啦，啊，拜谢啊，谢谢，谢谢啊，娘啊，你讲什么话哦？弄对啊，我哎，拜托者啊，拜托者哦。好啊啦，你是老傻的，今仔是我的婚礼，我不准你回来玩，你给我出去！拜托者啊，我无啦，拜托者啦，拜托。拜托者啊，出去啦，好无啦，娘啊，拜托啦，你歹势啦，死人啦，死人啦！妈咪，阿娇。歹势哈，我来洗手间去咧。爸。我甲二姐跟二姐夫平安带回来啊！来来来。哎，安诺啊，啊，迄个狐狸精有去用修理着无？哼哼哼，无啊，平平，你敢唔是？爸，我无急啦。啊，到底安诺无经过？坦托二姐哦，干考试个连头拢举袂起来，我上心嘛，一直考就上心的。丽芬，我总算替你争一口气啊！这个婚礼哦，绝对会当让刘安琪记一世人。假死了！因为我因蛋头分析了，无你甲张薇薇这么歹看啦。啊，不过因着硬要坐秘书，才家己下面做。啊，那是讲吼，跟爹甲安尼掠讲啊，啊，因迄两支嘴吼，搁袂帮阮丽芬耍。大姐，你放心，我绝对无可能让伊有机会来看他离婚的。你别急啊，当初我想要嫁娶给李佩珊的。哎，对啊，你敢有需要安尼哟啦？啊，好好新娘唔来做哦，走去咁闹。啊，唔加再讲哦，准年龄爸母无在这现场的，无看要哪样解释哟。好啦，就使。啊，他李芳伊遐哩嘛无唔对啊，无替李芳出一口啊气，啊，这顿饭要哪食的咯，对不？好啦好啦，咱莫讲讲遐个啦。哎，丽芬啊，你莫想想这啦，啊，去吃一杯。哦，来来来，丽芬啊，来，我搁敬你一杯。咱都敬你过六杯啊嘞，干嘛去啉？那当然哦，我拄只敬你哦，是敬恁阿母白头偕老，早生贵子啊。啊，无这杯无同款嘞，这杯是要敬你哦，拄只去隔壁收你偏见哦，替丽芬出气啊。对对对，爱啉爱啉，我来讲，搁加啉一杯，一杯吼，是要给恁翁仔某吼，
都要较认真嘞，看会当替弟弟吼，佮添一个看弟弟也是妹妹吼，你人阿无爱较平，来来来，背起来，背起来。啊，阿伯，那你怎啊？哎呦，二姐，你过来拍谁哦？你也是够唔生哦，你就变做高龄产妇啊！哎呀，你是欧北公下哩。好啦好啦，来来，哎，九三呀，坐回来了，坐坐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坐回来。既然我拢决定要离开啊，咱来今日过了后，我就袂用阁想尊严啊。好，我就发一个简讯给尊严，祝伊个离婚会用永远永远幸福，算是真真正正的结束啊。这样子留言，您有第一个新留言。Kelly， 我是明聪啦，手机拢无开啦，听到电话，麻烦你看好我好不 ？Kelly， 搁是我啦，你人到底伫倒位？我拜托你回电话给我好不？我真烦恼你呢，不管发生什么代志，请你跟我联络，我一定跟你斗相共的。要重听，请。我今晚不是去尊贤，你一直关心我的面相，我嘛为虾米断绝了我？那安尼，我唔得什么拢无啊？为什么我变安尼委屈家己？我是安那袂用光明正大入去餐厅，去找尊贤，甲伊讲我有安尼爱。